做医者难，修本草更难。可是我却没有料到，看印本草比修本草还难。为自己，我一生不求人；为从医，我求过父亲3次。 受国以受万民，受万民以受国。这次看《本草纲目》，是利益百姓、利益家国的。我千里求去，很难啊。但是，又有何妨？